开始了。家人们，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啊，现在啊，这里边有一个小狗被车给撞受伤了，腿好像给撞断了。啊，一个小帅哥打电话让我来求助我啊。家人们，我现在进去把小狗抓出来啊。妈，两腿，太惨了，家人们，马上送医院啊，家人们。哎，太惨了，家人们。进去，马上送医院，家人们。行，家人们啊，太血腥了啊，没法给你们看啊，用手挡的。然后啊，家人们保佑这小狗狗啊，手术平安顺利。医生啊，正在给他手术呢啊，家人们。啊，太血腥了，这小狗太吓人了。现在。